从2006年的成都站开始，李宇春每年的 Why Me 巡回演唱会都会吸引万名歌迷到场参与。今年李宇春将演出地点选在山东青岛，整场演唱会融合舞曲、摇滚、爵士等五种曲风，伴随歌迷现场热情的欢呼，李宇春以黑纱皮裤装亮相。细数整场演唱会的亮点，李宇春多变的服装，娴熟的舞台表现力自然不用多说。观众席中新鲜出炉的快男三强欧豪和白举纲如约到场，为导师加油打气也算惊喜。不过这些显然没有李宇春即兴为歌迷送上专属的祝福来得更有新意。我是听工作人员说今天有两个人结婚，好像那个名字叫隐隐和徐鹏，对吗？你在哪里？有看到，你们好，新婚快乐！我们现场即兴来唱一小段，明天我要嫁给你。我现场排练。今天我要嫁给你了，今天终于嫁给你了。